为什么要切这么粗啊？因为待会儿要练到金黄色，然后我又需要比较浑厚的感觉。我有一次练油啊，没有练好，被老师傅骂，说红衣啊，这个工不能偷懒，因为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我们这次用姜母，姜母是什么啊？我们这次没有，我没有买到姜母啊。哦，这是老姜而已啊。那姜怎么挑？姜其实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嫩姜、中姜、老姜、姜母，姜母鸭就是一定要用这一块，它的腥味是最够的。为什么是用鸡脚放进去，不是用线缝吗？现在用线缝、但是以前它是用竹签把它给这样子，把它让它有点密合感啊，因为鸡肉在瘦肉之后它会收缩，肉跟肉就会粘在一起。哦。Stop that, you're so romantic, girl, I can't stop that.